他刚刚也是临时切头灯的哦。这阶梯好像不太敢冲。轻轨。啊，刚刚好，等等你啊，再回回到上。对啊，这趟是轻轨。怎么？加速不了。哎，苏敏，两幺两幺两五资料。高飞啊！我等他。我跟你等下再把刚刚的那五资料拿出来。没电了。好像被平米超到没电。三十几趴而已。这趟是巡轨。所以现在这是厂商。厂商在开车，没有，是我们的司机开车。北捷司机开车啦，他只是厂商在上面测试的。厂就是在那边观察，就是局一人全部轰在车上就对了，看他的状况啊。俗称局一人。然后嘞，